这个纸就是自己用打印机打也行，在淘宝上有专门打印的，淘宝上打印的就不经常打的话就上网打算了嘛。如果是经常用的，那直接买打印机。膜呢就有三种，暂时的，这个是用大杯子的，这个是用那个茅台酒瓶的，还有一个就是用7102。行，你让我拿过来看看啊。7102就这种杯的，就我们这个杯的。下次再告诉你们怎么印这个画啊。各种杯都可以做的，这种杯型，这个有腰的，大的都可以的。各种还这个碗，这个碗也行。烟灰缸都行，都可以用它。搪瓷杯，各种各样都可以。家具也三种的，这个是电视杯，这个是个。漏斗杯的，潮州的普通漏斗杯，还有这个702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夹子的，在旁边随便用个螺丝也行，用一个后旋圈也行，怎么都行，反正是固定就行了。还有一款搪瓷的，它这个口是有一个反口了，我们这里就割了一个口，看到没有？
换衣服，感觉也就是他的新总统了。